吓死了。我们再提醒一下，第一要注意安全，你们要抱好这个柱子。当然这都不用你提醒。第二就是开始吹哨之后脚就不能落地了，你要通过控制重心来控制跷跷板的起降。那我就得这样特别往前，你还下不去吗？你得往后。强强压不下去，我都这么往前了都下不去，坐到最后，然后我往后，哎，脚落地了，但我这没法不落地啊。那不行，那你这我们很难判断你这个用没用力。你不行你就盘腿坐在上面，盘腿坐在上面，你就这样的。你可以蹲在上面，你可以翘着二郎腿坐，或者你倒立，你在上面倒立也行。你们是不是好久没录了，话这么密呢最近。第一组晨哥和晨晨计时开始。哎哎，脚脚，哎，好，脚脚脚脚，哎，哇，他们好厉害啊，好快，尝尝你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吧？哦，就陈哥一个人动，你就是个配重呗。程程就没有动过，只有陈哥在动。这锻炼体能的，这锻炼的只有一个人啊，没事。程程你还在吗？你现在像个考拉一样。好累啊。晨哥汗流浃背的，反正就是累的只有晨哥一个人。还没到十五个吗？九个。你得往后，我往前你就下去了。小心小心，晨哥，你还得爬回来呢。哎，小心啊。也是你爬啊，我就一个动作，你来回爬，我给你找一个那个什么平衡棍，你就这样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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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是不是走钢丝那个？你灵巧，他啪啪啪啪啪啪。我在游。这个行，他这样，你看，哦，他这样终于往后移，对你背对着，这个很棒哎。哇，特别好，我累了，你动了吗？第一组晨哥晨晨用时1分28秒，接下来第二组，我们来挑战28秒。姐，你先上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太实用我这个方法。等下换一遍吧。哎，妈妈妈呀！你别忘了，旁边还有一个人呢。妈妈妈呀！第二组，张真源、蔡文静挑战。不是，我的体重这么轻吗？现在，今儿你得过去，这王导。哎呀，好了。对。你知道。好了。哎，快快快！哎，快起来。我就像张正元这样躺着，你能不能压住我？我当然。
没劲儿了。姐，您得往后一点。我头虚了，我要麻。我发现借了一个蹦的劲儿。走。哎，他们找到窍门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嘿，核心呢？哇，好快啊！第二组挑战的成绩是1分19秒。我们前面稍微没找到规律，对，后面找到了，非常 nice 啊。第三组，沙溢白鹿，得在中间，不能老在两头，中间会很累。对，越中间越好，对，就是我就保持一个位置，是吧？往后一躺。是的。找着规律了。来，对，你就坐这儿啊。好了，我们好了。哦、不是，得试一下。行吧。这不是说咱都商量好了吗？露露一个人都压不起你。你这感觉我好多沉似的，你这。你让我去上。我上一上也不容易。再往后，老沙，你得往前。对，你还得往前。对，好。我都坐这儿了，那我下不去了。我这么轻，这组咋弄啊？这组啊，哎，你再往后，好，你再往前。你再往前，好，你再往后，好，你再往前，哎，你再往后，好，你再往前，你再往前，我没力气，来呀！第三组，沙溢白鹿挑战。还挺快的，哇，好快啊！走，哇，来，这儿虽然快，但是好丑陋啊！不美观，走。来，快点！输了，什么？计时的，输了。继续啊！快！快上去！你快！别着急，没躺好，刚才。走。哎，白鹿坐下。再起来一下，再起。这咋整的？哎！还剩几个了？目前是7个，还剩8个。还有8个呢。这算吧，给加一个。算一个。算一个，这都。
怎么弹性这么好呢？到我们这儿，走。可以了，渐入佳境。三个了，最后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不是，起不来了。这样就。给他往下点，让他上。这么累吗？挺累的，真的。对，真的挺累的。走。哎呀，还干这事儿了？刚在保护你来着。走。还有两个，最后一个。可以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还告诉你说总结出来了，总结。孟子义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就是你动，我就趴那块不动不就得了？好了，你动吧。咱开始，来开始吧。孟子义，你这什么战术？跟范丞丞一样吗？其实我感觉你们俩应该还挺好弄的吧。第四组孟子义周深挑战。哎呀，好累，得再起来一下。在我这发气球。好累。太拼了，这个玩出蝶七的感觉了。Tom Cruise 周，哎呦，安全！哇塞，好猛啊！周深，这只是特别技而已。快上来，快上，快上！哎呀哈！哎呀，真灵活的！跳不动了。周深，你可以直接下班了，我觉得录完这趴你也差不多了。这样真的很累。气球。跳不动了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一二三，哇，好了，你往前，好，啊，哎，好累，不要掉下去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快下，你可以的，啊，那边。嗨，加油！还有四个了，怎么这么多？下去！有一票！加油加油，注意一下。啊，在我那边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孟子义，不要放弃！叫你别放弃，不是叫你快落地。子义好聪明，他下来又是周深了。周深，周深加油！
那边。金哥还能站稳吗？这个好累。我能从哪组里选？周深、孟子义，总用时3分20秒。我们这么努力，我们俩这么努力，这么努力，那么长得好，谁不努力似的？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张真源、蔡文静组，排名第二的是李晨和范丞丞组。接下来凯哥就可以在后面两名，也就是孟子义、周深、白鹿和沙哥中间选一名作为你的搭档。这样，你们四个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！吓死我了！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。妈呀，又剩咱俩了！石头剪刀布。OK， 第五组凯哥和白鹿搭档。咱俩先找个平衡，或者你再往后就我挪。就你挪？啊，我怎么挪？好，来吧。郑凯、白鹿，计时。你看人家这速度怎么这么快呢？没准还超过了张真源呢。好厉害啊！为什么露露跟凯哥在一起的时候明显努力多了？你看。哎！哇！凯哥好厉害！我也想跟凯哥再来一次。我也想跟凯哥再来一次。嘿酒，嘿酒，嘿酒是什么？喝酒就是喝酒，喝酒。飞起来了，已经。猎豹不扔了，猎豹。有超过1分钟吗？应该没有吧。郑凯、白鹿用时58秒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你白鹿现在是这样，一次是最后，一次是第一。我采访一下，你说你跟郑凯这次得不得益于跟我之前有一次演练？不是，你让我证明了不是我的问题。